是要看如果对方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我是小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秀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回顾一下跟王狗还有季安一起去彰化中学。我们在12月12号那天凌晨的时候，突然开了直播。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前几支影片。我们去成月商里参加了一个圣诞晚会，结束之后，王狗突然讲说，反正来都来了，他带他的新助理小咪去附近找一个探险的地方去走走，这样。那天我们总共11个人，其实11个人是算蛮多的，其实很安心啊。但是因为小咪有很特殊的体质，所以其实沿路上他都一直跟我们讲一些蛮可怕的东西，看到哪边有什么这样。我原本是逛一下校园那种感觉，然后呢，走着走着，他讲了很多话，就让我觉得越听越毛。然后一进去的时候，我觉得很不对劲，因为他的墙壁上面写了很多人的名字，他一进去就给我把那名字全部念出来，叉叉叉爱谁。所以我就逼不得已一定要讲话，要让自己兴奋起来。是这样吗？对，在那边的鬼兴奋起来。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没有人哎。我们跟上，跟上，我们变最后一个。哦耶，被干掉了。现在换你垫底了。我会怕。怎么看起来像搞笑？现在是管谁垫底？对，王狗在拍片。志伟 and 后面的东西被画掉。我其实很白目，你说演志伟后面的东西被画掉。这里呀，志伟 and。OK， 好，到这个穿场的时候，我从那边抽就安静了，因为小咪那时候就开始讲，对，我们听他怎么讲。不要碰任何一棵树，好，不要说挑衅的话。就是你不要这样子。就是你。我没有在挑衅，我只是念出来，我又没有说你弄我，我没有这样。那个地方是不可能去的，以后不要去。你们后面应该是墓园，右前方这栋到我们刚进来的墓，以前应该有人葬在这边，所以大家不要用任何有火的东西，然后不要碰任何树，因为，好，我等一下再讲。那时候真的超想死，就觉得看是不是有什么不能在这边讲，让我觉得好像这边很多人。我其实从那时候开始就有点害怕。那边应该有人玩招灵的东西，那个东西离不开那里，然后它是有点定位。我刚刚跟他介绍了小咪这个人物，他是完全看得到那个世界的东西，其实很影响他开车。然后后来呢，他就去通灵者的团体，然后里面有一个老师用一些方法让他们关起来一点点，所以他现在就是变成说他会有既视感。他有说他在进到这个学校之前呢，他已经有所有有关这个学校里面那个世界的画面了。如果大家对小咪这个人有兴趣的话，就可以去看王狗影片。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栋楼绝对不能去。然后我就到去到这边，这样走。你就跟着王狗走啊。感觉我那时候有点紧张，说实话。一讲完，你看我这脸色很凝重。那栋。后面是从推着推着，就走那栋那栋。现在在走这栋，那就去2楼看看。不然另外一栋其实蛮凶的。好，我们去那栋。OK。不要去那边。发生任何事，只要害怕都不要表现出来。他说害怕不要表现出来，所以呢，我一直在压抑自己。那我那边想说干嘛？我很怕自己被人家看出来，我很怕的。现在我们来到了，刚刚小咪说不能来的这一栋。那边好可怕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这个广场，其实我也蛮害怕，因为小咪那时候有讲说那一边有很多，他们都坐在那边看，没有恶意。有恶意的在这栋，我们要往这栋走。这栋的气氛有点比较不一样，它是。来，我们往那个往深处走，就这里面那边。对不对？这气氛真的比较不一样。到底为什么会有人要去喷这些东西？他可能就原本就是在想来这边乱写东西，然后他比较怨你，然后他就可能也想到，不是啊，我说他可能。最近有个学校厕所。
没关系，不要看。就是那间车，他说有一个在里面，他不想要我们进去，就不想我们拍他这样。就是不要去碰到他的。哦。真的、哦，只要能拍到二三楼，还是直接上去二三楼拍。嗯，生人勿近。这个铁门就是通往二楼的铁门。我那时候看到他这个铁门拉下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松了一口气。对面那一排，我们等一下过去看一下。小咪说他带我们去走，不要就是不要侵犯到别人的地方这样子。他又要看得到这样。就不要往。他说那一块超多人蹲在那边看。我们要去对面那一栋。对面那栋。哎，小妹，但你说如果以我们人比较多的状况，是不是氧气就比较重，就比较不会出事之类的？是这样。但是还是要看，如果对方频率很近的话，对，还是会听到他的声音。但是还是要看，如果对方。这个草，大家小心。我其实那时候是蛮在意的，你的数字都在意。哎呦，什么声音？是后面的人吗？不是，当时没有这个声音。再听一次。当时有这种声音的话，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，因为那时候很安静。小咪他那时候主要就是在帮我们看有哪一间比较不危险，但是也有东西的，因为要配合王狗的题材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入第一间。嗯，好，这边要再拍王狗的下一张图。全部都蹲下来。对，然后拿出来。就感觉在天马台上面好像会有个头发在转。对啊。就一块白白的东西，但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再走一下，但是不要往那走。那时候小咪说不要再往后面走，因为后面有一些比较危险的东西。这样，你知道为什么他说不要往那走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意思是说，他的体会离那个地方距离比较近，然后如果呢频率真的太近的话，他会被跟，他要保护他的安全，他要大家的安全。来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嗯，之后我看到刚刚有人从外面栅栏走过去。是啊。不太安全，知道吗？我现在就可以趁着他去，反正比较不安全的地方就是那边的两间有黑板，有声音，有听到吗？有。欸，有一个声音，那时候以为是后面的人，但是后来大家都说不是。就是我很清楚的感觉，就是从这一个东西发出来的。是哪根柴？啊，没有了的柴。但还是我们去。那边往那边拍底看看，这样。嗯，好，可以拍拍。好。这个声音跟刚刚我们听到那个声音很像，所以就是可能有人从那边走过去了。大家比较清。他已经越来越接近小咪，那时候说他不要去的最后两间。就是有黑板的嘛。对。上一间有黑板没有啊，没有黑板。我靠！哎，这吓掉！这间超可怕，这间超阴的，无限回来嘞。对啊，对，他可以看到无限的自己。哇，好酷啊！那我们去，这还有厕所。对，他真的是烧火球，小咪吓一跳跳，他直接踩在上面。我之前听说，因为有人在烧这个，所以才有一个人在那边。
那有可能。对，看到这些金子很纳闷，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？你是因为回去被跟，再回来这边烧金子，还是你一来就烧金子？到了小咪讲的最后一间，这间超奇怪的，我进去整个超毛。哦，这是有洗头的地方。对，我们在这边拍最后一张。好。就是我们后面有人，我后面很多人。等下出去再说好了，我先继续再逛一下。刚刚榕树，就是那棵榕树。小咪说，他要在进来这间中学的时候，他前面有一些画面，有树，有黑板的教室。我们刚才在讲的这些元素，在这一区全部都有。对，榕树。小咪一直在看里面。到那边。其实跟一个感应得到的人一起去探险，其实是蛮可怕的事情。对啊，就来探险还是要带个柱出来。我有厉害吗？有人往这里看，看到了三个。真的假的？是啊。也没有说特别清楚，但是就是真的有。然后那时候我们离开这个校区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小妹怎么在哭？里面有个女生。好像一直出不来，然后他一直要让我知道这件事，然后刚刚就有传画面给我，就是说人家玩刀灵，他就靠过来，他就离不开这里，但是我帮不了他。所以你最后是在跟他沟通这个？我觉得他好像有些东西好像不太愿意说的，他可能有接受到更多画面，只要讲他的事情讲越多，实际上会越相近，他就会更缠着他了。然后那天结束之后呢，我就去访问了一下小米。所以刚才我们有没有触怒到什么人？应该是没有，因为如果他们不开心的话，所以我们一整群人都会感觉到害怕。刚刚有一个地方你觉得不要进去，那间厕所那边是什么状况？就是有一个灵体在里面，那我们进去开始他一直都在那里。那他有跟你讲什么？没有，但是频率太近了，我从一进去就感受到他在那个位置。所以那边是本来就状况，还是因为那边废弃之后人烟稀少，他们慢慢聚集的？我看到的东西包括穿着给我的感受应该是过世很久了，应该是一直都在那边，虽然整个氛围很恐怖，但是我没有感觉到曾经发生过什么事。乔治那边不好，其实没有。那你说的那个楼上那个是什么？我没有那么厉害，可以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出现在那。但是他给我的感觉，他本来不属于这里。我猜应该是可能有人招灵，或是有人玩碟仙啊，然后才来的这样子。如果刚刚碰到树的，摸了会怎样？就我进去的时候，因为我会跳画面，那边的某一棵树，我不知道是哪一棵，不太干净。真相是什么？我还没那么厉害，但是闪过那画面，我就大概知道，不管是哪一棵树，我们都不要靠近。然后结束之后，那时候已经早上，但其实我有一点睡不着，我觉得这边超级。然后后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有一个地方很灼热，那边有一块疗疑似红色的手掌印，它很像很多很多条线。这一次的探险跟以往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，因为很明确的你就知道有一个人会告诉你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。对，你会更加体会那个地方。就是深入其境的感觉。很久没有拍这类东西，一接触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。对啊。OK， 那各位，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帮我喜欢，并且分享。下面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追踪我们的 IG 哦。OK， 各位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